牛肉非常非常的嫩，而且非常的多汁，咬上去的时候呢，因为旁边有非常多的番茄酱加上一点的辣椒酱，咬下去的时候口感酸酸甜甜辣辣，然后非常的多汁，口感非常的丰富。我从来没有想到说这样可能就在三分熟或者说四五分熟的牛肉会这么好吃。肉、海苔、还有芝士、还有橄榄，搭配的味道真好。